咳，还咳嗽。等一下，你叫肚皮痛痛的话，那个肚子很痛很痛的哦。就打一针吗？相信我，一点都不痛。相信医生。对，医生你好。你不打针的话，到时候要开刀的哦，要开肚皮哦，要开刀的。我要打针。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，勇敢一点。你打完就不会痛了呀。我打完会痛的，我不会痛的呀。我屁股会痛的呀。打完就不会痛了。不要。越紧张就越痛。我不要打的。好痛，好痛啊！啊啊！不要动，宝贝，不动，宝贝，不动。好痛，姨妈妈，救我！啊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，你拿起来。好痛，好痛啊！好了好了，嗯，我来按，我帮你按了那小棉棒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好痛！啊，是妈妈救你来了。好痛啊！摁住了，摁住了。好痛啊！好，一切都过去了啊！一切都过去了。屁股我感觉很痛很痛的，打了屁股，屁股就痛了。一分钟就不痛了。啊！5到10分钟，他肚子。就慢慢的就我肚子我的肚子你听见大夫说了吗？5到10分钟以后你的肚肚就再也不痛了。我好痛啊，好痛，妈妈给你揉揉。我真的揉了没用的。医生跟你保证不打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保证，你要叫医生保证。我保证不打了。他要给你保证了。我屁股好痛啊。他保证了再也不打了。我痛啊。揉揉来，好痛啊。放松放松，真的好痛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Sorry，Sorry。不要打针。